哇，会被你勾引到了，尤其你在唱刚刚那个副歌的时候，你那个笑容刚被你电到，我差点脱帽了。啊、我跟你讲，对加分题也是一样，也要那个，哎呦，小提琴演奏加 keyboard 自弹自唱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学多久？差不多五六岁。五六岁到现在，天天你有什么没把不到的、啊？哇，真是太厉害了啦！我先去拿麦吧。OK。那我们就去那边聊就好了吧？哎呀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五六岁就学到现在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厉害哦！谢谢。所以这次是你的还是？这是我自己的小提琴。厉害哦！谢谢小伟哥。所以你现在还要再弹钢琴？对啊，就是。你干嘛这样啊？唱首歌给你听嘛。好了，好，太强了，谢谢。好，直接来哦。好，不，明天就开始好不好？明天来好了。明天反正连续放假五天嘛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本来就不用上班了，但还是硬来了。预备，起来。我觉得很明显，你刚刚唱那首歌是要下战帖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就是。你我了解你在想什么。哇塞，我了解你在想什么。你十九岁就玩这一招了，真的厉害，真的。没有。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偶像、我很喜欢唱他们的歌，平常在家里自弹、就自己会在那向他们致敬了哈。这首歌致敬。他们都还在？不是啊，是致敬。敬礼的敬哦，对，不错，因为慢慢学习、因为都是你的前辈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继续加油了。好啊，好，谢谢。那个奖品，差点忘记奖品，差点回座位来一号位，太厉害了，就是。